台上给倪妮庆祝生日，并配文倪小妮生日快乐，还配了九张电视剧《天盛长歌》中两人的剧照和花絮照片。照片里两人表情搞怪，十分逗趣，也不难看出陈坤和倪妮戏里戏外的关系都很好呀。据悉，《天盛长歌》已开播一年，在剧中两人的虐恋情感以及超高的演技获得许多观众好评。如今陈坤再晒出两人合照，这让网友们忍不住又想磕 CP 起来。芒果捞新闻，祝贺倪妮生日快乐呀！期待两人有合作的新剧带给大家啦，不到。